快点，我们走吧。胡师爷，青青就交给你了。快点啊，大人啊！哎呀，你操什么心呢？快点吧！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。哎呀，胡大人，师爷啊，你还听不听啊？听，听。喝这就好，马大人，好，别来，来呀，马大人，喝这就喝，哎呦，马大人，来来来，再来一杯，好，我不能再，马大人，吴大人来了，马兄，马兄，那洪师爷那怎么样了？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哦。哎呀，这青青可真有办法，早把那个老色鬼给勾住了。哦，青青。师爷，奴婢就来了，等着啊。师爷，你喜欢我吗？师爷，卢大人是好官吗？是啊，少有的一个清官。嗯，可惜好官不长久啊。啊，那卢大人要是倒了霉，你跟谁呀？没人要我，我就卷铺盖卷回老家了。林大人把我赏给你，你就这样养我呀？林大人这么待我，是看中我哪儿了？师爷，你真想知道？想知道，小乖乖，说给我听听。你真是个猴精啊！难怪林大人选中了你。他说把你送给我，我心里就吃准多半成了。林大人想要让我替他做什么事？他说只要你说出小铁匠是怎么死的，就保你官升三级，就地宣布。真的？至少是个知县了。没错，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。师爷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。卢大人要是丢了乌纱帽，入了牢房，说不定知府的这顶乌纱帽就会戴在师爷的头上。那时师爷要娶我也有本钱了呀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想通了？哎，师爷，师爷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面见林大人，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他。
师爷，贱妾给你穿针引线，你就把我一个人晾在这儿，我不干嘛。师爷，你过来呀，你快过来，我跟你说。明天我回来陪你，现在先办正事儿。你，师爷，师爷，大人在船上吗？你过来呀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卢大人，你多多保重啊。有人跳湖了！有人跳湖了！有人跳湖了！没人跳湖了！没人了，在那儿呢！有人跳湖了！有人跳湖了！有人跳湖了！不得了啊！出事了！有人跳湖了！怎么回事？哪儿？去看看！那儿呢？从那儿跳下去的！有人跳湖了！快想办法救救啊！哎，等等，怎么回事？有人跳湖了！什么什么？在那儿呢，就在那儿呢，就在那儿呢。马大人，就在那儿呢。啊！不得了！又从那儿跳下去的。师爷，我错怪你了。交代呀！我怎么跟林大人交代呀？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，还要你问吗？你这个小贱人！大人，求你别过来！我就喜欢这样的鸟。砸呀！畜生！你堂堂的朝廷钦差，竟敢自毁朝廷礼仪！皇上来了，命你告你一状，看你怎么向皇上交代！哈哈，胆子不小啊，敢告本官，恐怕你见不到皇上，就已经死在我的手里了。我就是死了，变成了鬼，我也要找你报仇。不不不不不不，现在我不要你死，死了就不好玩了。来呀，来呀！那个大人，不好了，出事了。哼，瞧瞧，你们给我送来这一头母狮子，带回去调教好了再送来。
林大人要跟您说的事还没说完呢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洪师爷和何青青双双自尽了。是啊。什么？父子成了人家孙子弟吗？花无知，实无情，一朝触天怒；花已有情，实已断肠。人人君子焉能有望？当心花时好入房，门开合不上。认识铁壁铜墙，终引萧黄。哎，皇叔什么时候来的？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皇上，什么事那么高兴啊？皇叔，你是懂诗词的人，来看看这篇奇文。好词，通篇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帝王百姓无所不包，字字通情达理，一气呵成。好，皇上，这是哪位大学士所做的？无名人士，而且被斩了。哦，皇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扬州知府发现了这篇验尸院，认定是反词，就把写词的人先斩后奏了。说不定这里边另有隐情啊。皇上，先斩后奏就是这里面有故事。扬州知府说这是反词，这太牵强了。巨砚为稀世珍宝，应当归属朝廷，扬州知府为何不将巨砚运往京城？嗯，说得好，问题就在这儿。哎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林叔怎么没有奏折呢？嗯，来人呐！奴才在。林叔现在何处？在扬州。传大学士张奈来见我。这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扬州府先斩后奏一案疑点甚多，着钦差林叔就地重新审理此案，勿将蔑视朝廷、隐匿案情者一干人犯押解进京，涉案古砚一并送京验审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卢大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下官听候吩咐。哼，你不是会上奏吗？到中还是谁做主啊？告诉你，今天我第一个抓的就是你。林大人，你真聪明啊。哼，来人呐。在。摘去领带花翎。这。升堂。升堂。带人犯。走。跪下。跪下。卢雅玉，卢雅玉，少说废话，
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哼，想死？没那么容易。说，你是怎么和洪师爷串通一气，伪造反辞罪犯的？快如实招来。我再问你，你们又是如何伪造证词上奏朝廷的？给我如实招来。你不招是不是？哼，我林某会让你开口的。拖下去，重杖一百。这走。来人呢？在。去将那二十几个嫌疑犯带到大堂来，我让他们看看我林某是怎么审案的。这走。快快快，把他们都放出来，我们全带走。快点快点快点，我再出来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出来。那导游，你来，也出来，你快点快点，快快走，快快快，都出来都出来，快快点，走走走，快走啊，王三成，快，快点，快点快走走，走走快点，快点快点，快走，你快后边的。快点，站好！快站好！啊，快点！站住！快点！带卢雅玉，走！卢大人，慢桥。板桥，卢大人，板桥，板桥，卢大人，板桥，你站住！张老师，卢大人，板桥，我没事，你要冷静，大人。何人骚扰公堂？卢大人，来啊，把他们都给我轰到一边去。卢大人，卢雅玉。到底是招还是不招？该招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大胆，大刑伺候。慢，板桥，大胆，不。曹大人，让他说。有什么话快说呀。板桥，快说。你冷静点。大人，板桥，大人，你大人不能。草民郑板桥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好痛快。免受皮肉之苦，是个聪明人。来啊，在给他笔墨，让他写下那首反词做证据。走。板桥，住口！谁在干扰公堂？立斩！板桥。
板桥，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啊，大人，衙役吩咐过了，谁要是惊扰了您，就问谁的罪。难为他们操心了。板桥，大人，你不应该找我。不，大人，我后悔的是我招晚了。我要是早招出来，您就受不了那么多的苦了。堂堂一个知府，竟保护不了一个秀才，可悲可叹呐！大人，都怪我，是个添乱的秀才。你是个鬼才呀，怎么写出这么好的词？啊！多谢大人厚爱，这是板桥有感而发。发得好啊！宋徽宗独宠花石纲，乱了朝纲，天下笑柄，夫子成了人家孙子帝王。最妙的还是后面，认识铜墙铁壁，正引萧黄，萧黄，大人，李大人，李大人，谁呀？是我呀，曹仁。哎呀，快开门呐，李大人。来了。哦，曹大人。李大人，曹大人。曹大人，你在看什么？啊，大人这么久不开门，是不是正和那位娘子私会呀？哎呀，我说曹大人呢，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请啊啊，请。嗯，哎呀，我说曹大人呢，为了这个奏折，可以说是费了一番脑筋呐、啊。辛苦、啊、我就是来拿这份奏折的、啊、林大人说怎么写了这么久还没写好，我说我来看看。嗯，走，咱们走啊。请啊，走。哎呀，老弟呀、啊、求你让我们进去吧。啊，进去吧，快点啊。好。好，郑先生，鲁大人。哦，老人家，您这是？哦，先生您就别问了，门房那边，我
我都打点好了。外边来人看您和卢大人的，都排了长队。林大人说了，一个不让进。我呢，就负责把大伙送来的东西安排妥当，每日每日的给你们送东西。哎，也不知道给你们能送几天啊。谢谢了。这是我的小孙子，从小就喜欢画画。邱先生，您就给画一张啊。好啊。哎，那咱画个什么呢？啊，就画幅竹子吧。好，等以后我出去了，就跟着我学画画啊。啊，就多谢郑先生了。盼盼，快给郑先生鞠个躬。哎，哦，我听说后天就要送郑先生、卢大人到京城去了。大人，林大人。哎呀，我的李大人，一个奏折怎么写如此长的时间呢？林大人，写给皇上的奏折岂能马虎啊？皇上一向是重事实的君主，稍有不妥，您怎么向皇上交代？林大人，马通判的那方巨宴您如何处置啊？带又带不走，丢之又可惜。哎，李大人，你看呢？啊，以微臣之见，巨宴最好与我们同时进京，皇上在御览反辞之时，也好以物为证啊。是啊，是啊。李大人言之有理，走，我们到麻三桂府上看宴去。好，请。林大人请。哎，再见。哎啊，握手握手。哎，握手。哎，大人。大人，林大人和李大人到了。哼，来了好啊，这个时候才想起我呀。好，快快迎接。是。哎呀，大人。林大人、李大人、曹大人。大人，二位大人找你来还有点事情要商议。阿谦，有什么事招呼一声就行，何必还要你们亲自登门呢？阿谦，阿谦。快点带我们去看看古宴吧。啊，什么古宴呢？哎，快带我们去看那方古宴吧。这二位大人，我知道古宴在哪儿，请跟我来。行。嗯，怎么不是这个地方？马大人，那古宴呢？是这儿啊。那宴时古宴呢？古宴不见了。我知道他不见了，我是问你，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？说呀，林大人问你话呢。他你快说。大人不是说不要了吗？混蛋。林大人说他不要，那是证明林大人他廉政，可并没有说皇上不要吧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？大人，金农那天不是说什么金农银农的？是不是这个人把他买走了？不不，金农说这是三灾宴，郑板桥也做了解释。您不是说这样的灾物怎么能呈现给皇上？我不管什么灾不灾的，
我要你把砚石从哪儿卖去的，还从哪给我买回来。大人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砚石不见了，找不到了，不见了，找不到了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说，说清楚，说呀，你到底把它藏到哪儿去了？沉到江里去了。限你一天，把他给我捞上来，否则打你的脑袋去见皇上。仔细找，仔细给我找，再下去找啊！那边，那边，仔细找，到底在不在这下面呢？就在这儿。仔细找。好极了，只是所带银票不足，恐怕要亏了二位了。哎呀，李大人呐、啊，这都是为朝廷的事，又不是做买卖，这说不上是亏还是不亏。哎、是啊是啊，此事我一定如实禀报皇上。上次《四库全书》的捐书，二位可是出了大力了。皇上还时不时地提起此事，哎，皇上还给我们提了金匾呢。这扬州城里啊，没有比这再风光的。李大人啊，板桥他给人抓了，那他的画子带上，照样给皇上预览。怎么，人犯上，这画子也犯上吗？笑话，以人论话是绝没有的道理。你们二位就不要有什么顾虑了，出了什么事我一个人担着就是了。李兄，李兄啊，李兄，李兄啊，各位，听说你明天就要走啊？是啊，我们几个弟兄一听就急了，你怎么说走就走？是啊，就是、啊怎么说走就走 啊？皇命在身呐、啊、没有办法啊。来来来，大家请坐，坐下 啊，请坐。好、啊，哎，都坐下。哎，请坐。啊，请，请坐吧，请。林大人突然决定，让我和押解卢大人和板桥老弟的队伍一同回京城，我一下子就急了，所以匆匆的来张罗你们的字画，要不然我回到京城，也无法向皇上交差呀、啊。那板桥和卢大人会不会有事啊？李兄，你说说看呢。皇上他是懂事的，他经常到我们南书房来谈诗说文。这按理说，板桥的词他不会有什么异议，只是有一句。哦，哪一句？最后一句，任是铁壁铜墙，终以萧黄。如果这一句在皇上那儿闯过去了，那板桥就可以化险为夷啊。李大人，嗯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干嘛说话老是跟我这么客套？是不是因为我明天要亲自押送板桥啊？啊，李大人，你不要误解，我们是不想让板桥和卢大人在路上受太多的罪，所以凑了一些份子，想和你一同进京。
你们发什么疯啊？啊？有我在，你们瞎操什么心呢？我说李兄啊，我们不光是送板桥和卢大人，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在京城衙门击鼓鸣冤呢，帮衬板桥一把呀。对，最好闹到皇上那儿去，我们几个也好面呈皇上，你们说怎么样？你们也太天真了吧，啊，这可是皇上亲自插手的案子，皇上过问的，哪个衙门敢接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板桥他这次是冲着灵叔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的，所以能够解救板桥的办法只有弹劾灵叔，这样板桥的那首所谓的反词就有了依附，除此之外别无他途。那即使上了奏折也到不了皇上的手里啊。是啊，皇上他也不相信呢。就是啊。那对这个奏折只有一个人能写。谁啊？我已经写好了弹劾的奏折，回到京城之后即可叩见皇上。李兄，这样一来把你不就给卷进来了吗？啊，是这样做合适吗？我呀所经历的要比你们多得多，这次奉皇上之命陪同林大人沿途南行，我是亲眼目睹了林大人的所作所为，他的一举一动我历历在目。他是一只中山狼，一朝得志便猖狂。我可以丢掉宫廷画师不要，丢掉南书房行走不要，我也要冒死上奏。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板桥和卢大人，更重要的是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你们去了，搞不好会弄巧成拙，朝廷中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说你们是一帮一伙的，到那时候事情可就复杂了。老爷，字画已经清点完毕。啊，李大人，请过目。李大人，一共是十二画师的20幅画，10幅字，够吗？够了，可以了。少了，我会再回来找你们要的。啊，诸位，你们所说的一切，我都记住了。谢谢你们的好意。啊，告辞。保重，告辞了。李大人，多保重，多保重。哎，父亲，前面就是扬州城了。好一个江南圣地呀！难怪那么多的词人画师接触于此地呀。哎，上次卢伯伯和郑板桥他们就在那里和我告别的。今天有什么事吗？如此戒备森严。过来过来过来检查，快点快点快。好像出了什么事。啊，停下！请问为什么这么严？
皇上钦点的钦差大人亲临扬州，船上是福建按察使李玉红大人，也要检查吗？老哥，实在对不起，除了皇上之外，概不例外。哎，像是出大事了。父亲，我去看看。快过来。嗯。等一下。怎么回事？回公子，钦差大人在城里，来往官民都要受检查，能否禀报大人，请他？不用请了。我来了，陈文官要检查，自有他的道理，请吧。搜查。大人，这是上司的命令，实在对不起。嗯，这是你的职责，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。大人，没什么。嗯、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大人没事啊。哎，慢，我要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啊？扬州城里没有我不认识的。卢雅玉，扬州府的知府。卢雅玉，大人，卢雅玉是你什么人呢？他与本官是同年的进士。他出了什么事吗？刚刚被钦差大人关进牢里去了。事出有因，你能说个一二吗？我是个大老粗，说不好，就是听说他杀错了人，他要杀那个写反词的，结果被杀那个人呢，他不是写反词的，啊，一下这就捅大娄子了。哟，我说多了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哎，父亲，你的脸色不好，你怎么了？方英啊，卢老伯那儿去不成了。为什么？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。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为了风吹不一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将来有机会珍惜永久的一杯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